好，我要爆料了。
一直呢都是我们爸爸妈妈最亲密最重要的好朋友。好，来，那大家呢来这边有没有亲友想要站过来一点点的，也都欢迎哦，都我们都好欢迎哦。因为这首歌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棒的一首歌，每一个歌词每一个字字句句都是。同时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陈韵玉中之城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很开心，谢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。